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先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发大誓愿第六。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到第四十三愿，宝香普熏愿。我们先就经文读诵一下。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264页，师父老人家提到他自己初学佛常常都闻到异香，而后来亲近忏云法师也有就这个事情跟忏云法师说，忏云法师当时候有说到可能呢读经或者看经的时候有天人从这个地方经过他看到呢很喜欢合掌停住了就闻到那个香味了他没有停了你闻不到他身上的香味那这个是一种情况当然你读无量寿经读得很相应了那可能是闻到极乐世界这些宝香了一切人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包含所有的医报这些建筑这些池流花树这些极乐世界的物质也都是放香的放香气当然这个不能去求你有求的心容易着魔了这很真诚恭敬去读经去看经去修行有这些感应增长我们的信心但不能执着所以老和尚也提醒到不管任何境界只要不执着都是好境界尤其要关照自己的心不能
对一些顺境、善缘、瑞相产生贪着。那一天遇到一个同修，他提到自己觉得这个听经呢自己比较色心，所以他就少念佛了，少读经了，比较多是听经。那我就请问他了，那你读经的目的是你听经目的是什么？是明理啊，其中要明白啊，万德洪明的殊胜呢，你越听越觉得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般，你就会明白我中了佛门第一特奖了，中了这个特别法门，又究竟又善巧又方便，又稳当又快速，那你明了，你当然分秒必争来念佛啊。你不能念念念觉得不色心了，好，不念了，我听经吧。那变成你贪听经的那个色受，那也是一种贪。哪有人一念佛就色受了，就相应了？就像海贤老和尚说，这个佛号也不是一念就相应的咯，你一定是在念的过程把印光大师教的十念法这些要诀你要掌握，心里念得清楚，嘴巴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包含你在念的过程也想到夏老说的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你在念的过程呢心里有点着急了，你就要调伏这个心呢，不能计功求速我念的有多少功德我要赶快一心不乱这些念头就是你在念佛过程你要调伏的，这样你念佛的功夫就慢慢提升你不能贪了听经的相应色受然后对念佛产生比较了，那就没有在念佛上下功夫了。好，因为往生上品中品下品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念佛是正修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德是助修好，所以老和尚提醒了，不能贪着，不能执着，都是好境界。老人家接着说了根据经上所讲的弥陀本愿呢，极乐世界的宝相感应比见光的感应容易因为鼻根的范围比眼根广大，包含耳根呢，也比眼根广大。眼睛看前面，不能看后面。鼻子是闻前面的，也闻后面。后面有什么气味，
也闻得到。所以讲圆通，那鼻根呢，要比眼根圆满。老人家具体提到《楞严经》上讲眼根的功德只有800，鼻根的功德有1200，是圆满的。眼只能看前面这个面，顶多侧面呢，看一点，后面呢就看不到。这个我们都能感受到啊，因此啊，闻到宝香的机会一定就比见佛光的机会多。这个我们从自身呢，跟同学们的交流啊，确实闻到宝香啊比较常见啊，见佛光啊比较少见。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也有不少同修啊有这种经历。老人家进一步举例子，几年前呢，在美国，那老人家在其他州讲经，而达拉斯有几位同修晚上在陈大川居士家中啊院子里谈佛法。那院子很大，院子里啊种了很多花，也种了很多菜，也有很多瓜果，叶很深，大概将近11点。这个纬度越高啊，这个夏天呢，天就暗得晚，所以美国夏天日落啊很晚，9点钟啊，天还是亮的，所以晚上都睡得晚，都在11点钟啊以后。当然，这个尽量还是11点以前睡觉比较好。忽然呢，大家都闻到一股异香，不知道是什么香，闻所未闻。隔了2天呢，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出啊这回事。当时在座的人皆闻到，而且呢时间很长，不是几十秒就没有了，持续一段时间。那这也是感应了，那一定大家都爱要佛法，讨论的很有法喜啊，有这种感应。那宝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闻到这些宝香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善根，更欢喜修行了。香光庄严呢，极显世事无碍的法界。香如是，光也是如是。精修捷要里面提了。众生有缘欲施光者，过灭善生，身意柔软。所有疾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哇，那你要遇佛光啊，越念越欢喜啊，越念越想念啊。
这是极乐世界相光庄严显现出的世事无碍的法界。这是对于修学帮助我们增长信心。我们常听到四种法界。第一呢是四法界。第二是理法界。第三呢是理事无碍法界。第四啊事事无碍法界。那事无碍法界这主要是在现象当中。谈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法。万法因缘生的。那理法界所有这些事都本身呢他没有自性。自性是能生的。没有说这一个物品他自己能生他。而所有的现象有一个共通的法界共通的本体。我们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一切法都是自心心现事变。这个理法界。那理事无碍法界就是这个本体能生现象现象也彰显本体就是我们常熟悉的以金作气气气皆金你说金子在哪金子就在那个项链那个玉环你看到玉环项链它是一个像但是它本体都一样都是金子所以这个理本体在哪本体在事相里面显出来而事相之所以能显是因为有本体再来第四是事事无碍的法界就是师长这里提到的我们从相光庄严呢里面呢来体会事事无碍的法界看这一些事好像它是相对存在的可是他们却融在一起去成就事情比方老人家开解到了能够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对于我们修学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当然呢一是弥陀本愿这其中成就这样的殊胜首先是有弥陀本愿我们在此看到了的这个四十三这个香气这个宝香普熏愿呢除弥陀本愿之外还有十方诸佛的愿力诸佛冥冥之中加持为你做助缘这又是一件事
我们看老和尚开解照这里，就想到也是《无量寿经》的经文，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成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啊广大法门啊。哦，所以你看这经文呢、就印证老和尚的分析了。你看，我们曾经供养的无量诸佛啊，都在加持我们，让我们可以遇到这个法门。哦，然后呢，可以啊，闻到宝香。哎，这又是一件事啊！你看有弥陀愿力啊，有十方诸佛的愿力，再就是自己的善根福德。你看这一件事也很重要哦，啊，它看起来是相对的事情，但是它是融在一起，哎，成就了这个宝香的庄严了。如果自己善根福德不能现前，那弥陀的愿力、诸佛的加持啊，也达不到。所以本身的善根呢，福德很重要。因为有自己的善根福德啊，跟弥陀还有诸佛的愿其感应道交啊。在这里我们也想到夏老的一段话，自助者天助，他自己自爱，自己自立自强，赶来佛菩萨祖先加持护佑，赶来很多良师益友，人生的贵人。那他的成就不能离开诸佛菩萨加持啊，祖宗保佑啊，不能离开贵人良师益友啊，但是最关键的是他自己自觉了，我不再搞轮回了，叫苟日新。藕益大师说的这个苟日新，就是斩然下决心了，备成合决啊，这个成就是六成，就是轮回啊，不搞了，搞烦了，不想再搞了，合成，哎，合决了，我要觉悟了，我要出轮回了，我要深深唤醒自己了。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了，那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发愿，其感应道交，一念便虚空法界，诸佛菩萨祖先都收到了，就来成就你的愿啊，来护念你了。所以一个念头的力量不可思议哦，这是愿力不可思议啊，众生善根不可思议，招感来诸佛圣力的加持也不可思议。但是假如这一念呢，自我否定，自甘堕落，那夏老说了，志气者天气啊，你自己放弃自己了，那佛菩萨要帮忙帮忙不上了，祖先要护佑护佑不上了，父母老师良师益友劝你，你不接受了，
哇，那这一念自我否定、自甘堕落，不止得不到这些善缘的帮助，还可能感召啊冤亲债主啊，感召邪师哦，或者感召这些恶缘来了，堕落的缘来了，所以这一念之间呢，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念佛啊，诸佛菩萨加持哦，我们一打烦恼啊，可能磨得其变哦。所以啊，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呢，要克念作圣呢，克制住妄念，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就对了。所以我们懂得抉择，最细微的就是自己念头的抉择。要抉择老实念佛啊，抉择用第一念，用真心，不能用第二念啊，念佛处事啊，都要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第一念积功累德，第二念呢，都是轮回心造轮回业的。这个夏老也讲了一段法语，我们在讲习也提过很多次。念佛时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这第一念，若尽照普度，希冀玄妙，济公求速，背尽向心，这个就流入第二念了。这念头里面有分别，有执着了，那就造业了。处事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已过，勿留志，不要放心上；事未至，勿将迎，不要担忧。坦坦荡荡，见空恒平，这是第一念。像镜子一样，镜来不拒，镜去不留。若计较人我，人我是非在心里面绕，沾顾得失，患得患失了。或基于意气。意气用事，或迁于感情，感情误事了，这个就流入第二念了。所以善护自己的心念重要了。所以本身的善根福德很重要，善根福德不是一生修的。是生生世世修积的。我们读这部经才真正明了。照本经所讲的，一个念佛人是无量劫来所修积的善根，真正不可思议。所以能遇这个法门呢，无量寿经说，已成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当然，我们既已遇到这个法门了，我们要珍惜这个法门的殊胜。哪怕可能呢，觉得自己善根福德好像比某些人自己还是比较不足。这个时候不能因为比较心生烦恼。
不能让烦恼念相续。只要发觉是烦恼心的，赶快阿弥陀佛。而且肯老实念佛啊，这万德洪名能灭重罪啊，果年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不断道心纯熟，福慧增长。偶益大师还在要解里讲到了，以持名故，你老实持名了，善根福德顿同诸佛。哇，你真心念这句佛啊，当下你的善根福德跟佛是平等，因为这一句万德洪名啊，是阿弥陀佛的果地诀啊。你老实念呢，老实持名，全摄佛德成自德啊，成自己的德了。所以这个黄念老说到偶益大师这一句话，这一句法语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感恩偶益大师开出了这一句这么珍贵的法。所以只要肯珍惜这个遇到念佛法门的缘，肯老实念了，哇，善根福德快速提升，不怕，善根福德不足，就怕不肯老实念。好，老人家进一步有提到，我们在经上明白的看出来，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啊，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对这个法门呢还不相信，没有马上啊发起求愿往生的心，听到之后啊还不能立即啊发愿求生净土，由此可知啊，你今天听到这个法门，欢喜信受，发愿往生，你的善根福德决定超过阿舍王子。在《无量寿经》第四十七品说的，已成供养诸如来。那诸如来应该是供养了无量无边的，不是一个数字哦，这里是四百亿啊。所以决定超过阿舍王子。阿舍王子听了此经啊，只发了一个愿，希望自己将来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并没有求往生。其实我们念阿弥陀佛，成阿弥陀佛，成就的根本是本尊。念阿弥陀佛成阿弥陀佛，你看我们念这一句佛号，全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成自己的功德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利益啊。所以你看往生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他的智慧能力都跟阿弥陀佛接近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因此啊，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那这个愿是真的哦，不是今天发明天又陷到烦恼里面哦。死心塌地不改了，一个方向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
我们的确要尊敬他，不能轻视。即使他这一生呢再愚痴，甚至造作再重的业障，都不敢轻视。因为他发愿求生净土啊，这就不是一般的善根了。所以可能他往生成佛在我之前，怎么可以轻视呢？当然我们要往生呢，要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十愿第一个礼敬诸佛，所以提醒我们要修普贤行啊，接上极乐世界的频道，所以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人，礼敬诸佛啊，甚至是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众生，哪怕是地狱众生都不能轻视，都要礼敬。佛门也说不轻后学，哪怕人家学佛比我们晚，那有时候是机缘啊，我们不能呢这个有一点老气横秋啊，这个以我吃素久了我这个接触佛法久了产生慢心啊，对待心学的人所以心呢都不能住相不能住我学多久了这都是住相了不能我一天念十部了住在心上啊，这傲慢心都会起来承德真的是见过念了好多万步了，但是他的傲慢不断增长，这就很可惜了，也是很可悲喽。没有观心为要啊，关照自己的心念。当然阿舍王子啊，他一听了阿弥陀佛的事情。他发起的是将来成佛也要像阿弥陀佛那他也懂得见贤思齐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你看我们一起学习四十八愿那我们有没有学的过程呢我要效法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变成我的愿这是见贤思齐这个阿舍王子这一个态度也有我们的学处可不能我们只听到了他的善根不如我你还是要能看到他可贵的地方我们普贤十愿第二个称赞如来，任何时候啊，都能看到别人可贵的地方，看到别人优点这个承德啊，跟大家交流过陶行知四颗糖的故事那个就是你随时都能看到别人可贵的地方。但前提呢，别人的不好啊，缺点呢，不放在心上。一放在心上啊，就很难去看别人的好了，就可能形成成见了，甚至呢，那个成见会放大了。本来人家很有优点的，最后觉得人家都没优点了，心会一直变了。
要观照的敏锐哦。哦，就像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善谤圣贤，实在讲我们修行人谁会去谤圣贤，绝对觉得不能谤。哎，可是呢这个心会不知不觉变化，比方你在团体当中遇到一些同修，一开始有觉得他有很多可贵的地方了，也很认真修行，但是一相处有可能在能力上他比我们好一点，那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产生一种好胜或者不服输这种心念起来，自己没看到，那这样就会对他有开始有看法了，这个心就会开始变化。或者相处久了毕竟对方还没有入圣贤佛菩萨境界，还是有些毛病你把这毛病放心里了本来很欣赏他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有看他不顺眼了那一有不顺眼了，有时候嘴巴又来两句了又影响别人呢对他的看法，甚至对他的信心甚至他可能是干部，哇，影响团体对他的信心了或者他可能是讲学的人你一批评他可能影响别人信心了，别人不听了不学了，所以心呢是很细微的修行人高度的警觉性才守得住念头所以无量寿经说善护口业不及他过这个也不容易所以礼敬诸佛见人家的本性，不着人家的习性，不把人家不好放心上，然后都是放他的好，放他的付出你称赞如来，这才能呢不造这些口业，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我们于诸众生示弱自己，他有错我们看怎么做榜样感动他用什么善巧护念他改不见他过，不跟他对立总要存呢我们的慈悲心真心不能被自己的烦恼给障住了下一段师长提到信心增长愿心增长当然就修佛行了那闻道宝香呢信心愿心增长那就更积极更努力修佛行那特别注意这三个字修佛行为什么叫大家注意这三个字？十法界除佛之外
九界有情众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称为行为，身口意都属于行为了。九界众生的差别是怎么来的？行上有差别，所以才有九法界。自性理啊，没有差别。一切众生造作的身与意三业差别不同。那此地啊，此处呢不能细讲。实在讲一部大藏经呢，也不过就是说明这桩事而已啊。我们只能在十法界采取心行最重要的。怎么用心，怎么处事，用怎样的行为，这最重要。也就是成佛第一因素是什么，我们先求了解此事。我们看到这里，承德自己觉得自己很幸运，谈到心行就想到老和尚指导我们，其实这个指导就含摄整部大藏经的教诲，整个总纲领抓到了。老和尚说心有根本，行有根本，心的根本菩提心。老人家怕我们体会不了菩提心，他又开解五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五行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你整部大藏经就是讲五行，五行了，我们掌握纲领了，纲举目张对我们修学大好处了。你不能修了好多年了都不知道纲领在哪，每天在依什么用心处事，那都不清楚了，都不得利益了。我们在境界随时我真诚吗？我慈悲吗？我有平等吗？就像这个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有影业佛法界是平等心是影业所以这里提到自性理没有分别，它没有差别，就平等了所以师长讲到了，其实每一个法界心行都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中哪一个最重要譬如前面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亦作无量，无量里哪一个最重要无量寿顶重要，若没有寿命，所有一切无量岂不都落空了我们找到一个最重要的，然后看十法界才晓得怎么取舍你看什么事都抓最重要的，都抓根本，这也是一个看待事情重要的能力不然呢
你遇到事啊，轻重缓急分不清了，本末先后分不清了，也不妥了。所以我们这个刚好上个月底办群书之要论坛群书之要的实修班群书之要360出了四册我们后来还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纲编了第五本360前面四册句子最多的就是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你看事没有看到本，那你所做的事不就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吗？这个对我们现在人重要。我们现在人急功近利心态浮躁了，都看到枝末，看到表面。一处理事都是症状解，很少是从根本去解决问题。所以为什么累？看似解决问题，事实上都枝枝末末，最后还延伸出很多副作用来了。所以才会越来越累啊。我们从底下看，众生怎么会堕地狱？因素当然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嗔恚。嗔恚堕地狱，嗔恚是堕地狱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要是没有嗔恚心造再多的恶业不会堕地狱。悭贪堕恶鬼，悭是吝啬贪欲，吝啬贪欲是堕鬼道的第一个因素愚痴堕畜生。愚痴是什么？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分不清楚，都搞颠倒，这就是愚痴堕畜生道你看邪正不分了我们看到人都有羞耻心现在男女关系乱搞了，这个就是邪正是非包含很基本的羞耻心没有的话那这个就愚痴了，都畜生道了。持五戒得人生，生人道。得人生第一个因素是守五戒，在儒家讲就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修这五条得人生。所以假如我们这个五常都不做，那等于人都做不好，五常做不到每天都在造业你看人不做，那你会自私会伤到人义不做，没有情义，没有恩义伤到自己的良知了，做不义的事了。礼，礼者敬而已矣你不落实礼你对人不恭敬让人生烦恼，讨人厌智，你不落实智那每天会 干出糊涂事、荒唐事，那都是造业
随缘消旧业了，每天还造业，那怎么往生呢？哎，信，你不守信用啊！哇，那恼害众生呢？哦，而且你答应了没有做，你下辈子还得来还呢。哦，所以不能忽略做人呢。啊，老和尚说的，他们上一代人呢，出很多高僧大德。啊，哎，到他们这一代啊，就差很多。老人家观察了几十年呢，哦，后来明白了，上一代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他们懂五伦八德，懂五常啊，哦，我们现在感受感受，出家在家，假如我们不以五常，哦，为处世待人的标准，我们不可能利益众生的，只有恼害众生的份的。啊，那入了佛门，可以修无量无边的功德，结果我们因为不肯下功夫，在扎根，在做人，那就有可能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哦。啊，所以我们要弘护正法，一定要先扎好根。啊，有人请教老和尚出家的事，啊，老和尚知道，啊，你发了愿呢，佛菩萨知道，会安排，但是自己啊，第一，啊，要先扎德行的根，你不扎呢，佛菩萨不好安排啊，啊，你出的家是。从小家入大家，人事上的考验不见得少哦，所以要先扎根。这个那一天啊，有个同学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佛菩萨安排啊，跟自己要判断。要抉择，哎，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啊，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啊，我们看老和尚相信啊，佛菩萨安排。哎，他出现了，哎，人家两个月九次请他出家的缘。啊，那佛菩萨安排缘来，我们就要用智慧去判断了。你不能说佛菩萨安排，结果你什么判断能力都没有建立起来了，那你的智慧都用不到抉择上了，那你不就支持佛菩萨安排这一句法了吗？哦，所以佛菩萨安排跟自己用智慧去判断，哦，去进退因缘，这不冲突的，法是圆融的。哦，那当时老人家一来判断，哦，对方非常有诚意，不是说说而已了。啊，第二呢，老人家进一步请教李炳南老师啊，哎，老师用智慧护念他。哦，再来，老人家还进一步谈条件呢。哦，条件当中有提到，他还要继续亲近李炳南老师，虽然出了家了，不能离开善知识的指导啊。哦，哎，我们都要观察老人家一生的因缘，我们从中知道。老人家怎么用佛法的？老人家
怎么应对进退因缘。那九十脸谱啊，好好学啊，都记录的挺清楚的。我们看的时候，内行人看门道。那老和尚指导愿意发心出家的弟子，第一扎根，第二你要找一个有学风道风的道场，这个需要判断了。第三呢，这个道场啊，有人可以啊带你修行。我们呢这一代两代人呢都不是从小扎根。有人带啊，比较能够启发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解行相知啊，解行相应啊。不然自己听啊听啊，有时候听出执着了，做出执着了，自己不知道。有人可以指导啊。我们依止老和尚的教诲，有没有落实老和尚教诲，落实得很好。他给我们做教练。那这个是老人家指导到啊，你有这个出家的愿可贵啊。但是这几点呢也要考虑到。好。接下来提到啊，修十善升天。二十八层天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十善业。这十善业里啊有上中下三品。你所修学的决定升天层次的高低。修十善是升天。证得阿罗汉呢修行第一个因素是修四谛法，苦集灭道。辟支佛的因素啊是十二因缘。修十二因缘呢，证辟支佛果位。都有这个影业在。菩萨第一个因素啊是修六度，而这个六度啊是先度自己啊，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所以布施、度千贪、持戒、度恶业、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善乱、般若、度愚痴。这个先度自己啊重要啊。我们有时候一度大乘呢，都是向外啊，要帮别人。我们自己嗔恚傲慢不调伏，帮别人很难，很可能就让人家生烦恼了，都要去控制要求人，就麻烦了。佛是什么？佛是清净平等，所以本经经题啊，清净平等觉是佛行。你要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处，修清净，修平等，修觉而不迷，这是修佛行。
于是就明白这一愿讲的是什么。老人家有一段墨宝，依梵王菩萨心行，修自性觉正净法，入华严无碍境界，住弥陀极光净土。哦，这是老和尚修行的要诀啊，我们当他的弟子，当然内行人看门道啊，要效法。你看，依梵王，梵王经里面的啊，梵王菩萨戒经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哦，所以老和尚，你看他的平等性。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平等心呢，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平等恭敬，平等供养，用这样的心行呢，就修出自己自性的觉正境，就修出了自己的清净平等。那就能自性起用了，就能入华严无碍的境界，世事无碍了。所以我们在一切境界立誓练出练心，练出平等心，练出感恩的心，所有的境界都是来成就我的，感恩心就起来了。练出慈悲的心，在一切境界的于诸众生示落自己，这立誓练心呢，最终练出真心来了，是心去做佛所以修佛行就是修出真心来了。十方众生见到佛光，闻到宝香，修什么？依照无量寿经发愿求生净土。经上告诉我们，你看上中下品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是修佛行啊。发出真心来啊，修出真心来啊，一向专念也是深深唤醒自己啊，弘明正彰自性啊，是心去做佛嘛。可是你要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要怎么念法，你不能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四心作佛是要用清净平等决心去念，念成自己的清净平等觉，这就四心作佛了，这就对了，就决定往生了。换句话说，你把弥陀在经典上所讲的教训呢，都学了，
你与阿弥陀佛信愿解行都相应。还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相应了。我们每一天处事待人接物生活工作不能离了菩提心啊，一离劝发菩提心文引华严经提醒我们，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的，菩提心忘失了那搞成魔业了。哦，所以这个修佛行啊不能虚于离也哦，保持自己的菩提心，一有烦恼赶快阿弥陀佛，一有烦恼啊赶快以理则情，以理智，以真理，以念恩的心调伏烦恼，就像这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的指导啊，你遇到任何事都能转成菩提心。大家假如转不过来，我们可以探讨。你看我们在烦恼中，只要能念本师恩，或者念父母、师长、师祖、众生恩，你马上烦恼就止住了，正念提起来了。邪念污染不上，或者你转一个念，虽然遇到很痛苦的事，哎呀，提醒我别搞轮回了，念生死苦，念求生净土。哇，最近天气好热啊，哎，念求生净土，还是去净土好。念尊重己灵。哎呀，我有无量智慧德能了，不能陷在烦恼里面。你尊重自己，爱自己。念忏悔业障。你烦恼的事情，那为什么不找别人找我？那还是我前世先对不起他，他才会这一生来找我。那念正法救助。你遇到烦恼的事，可能这个世间跟你有同样烦恼的不少啊。你能从这些人生的烦恼走出来，你可以为他们演说了，给他们信心了。那这个也是转法轮的，勤转法轮的，也是广修供养。把你怎么走出烦恼供养他们呢？好，所以啊，与阿弥陀佛的信愿解行都相应。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所以皆修佛行这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啊。所以要用真心啊，要用平等心啊。所以这《无量寿经》经题啊，就含摄整部经的教诲了。我们在一切境界要练清净平等觉心。说老实话，我们今天也见到光，也闻到香，但是你是不是真的闻到？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闻道之后啊，还不修，闻了也等于啊没有闻。闻道之后，自己真正觉悟，觉悟就是真修。三恶道啊，我不想去，决定不造贪嗔痴啊。我们假如说我不想去，可是念头还常常出现贪嗔痴，
那这是嘴巴想着不想去了，啊，真不想去了，那很理智啊，不造因了、啊。我造了因，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果报还之时，我还得去啊。哦，所以这个是真觉悟了，真为生死啊，不想再搞轮回了，要出六道了，发菩提心啊，以身性愿持佛名号啊。哎，这一生呢，啊，抱住六字洪名、四字洪名，这救命稻草啊！啊，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出轮回，很难呐、啊，几乎不可能。啊，所以黄念老慈悲啊，啊，他老人说我斗胆的说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只要不求生净土，这一生了脱生死，不大可能的。哦，好，人天不值得留恋，哦，那都是短暂享福，之后还是要堕到三恶道的。啊，三善道观光旅游。三恶道是老家了，不能再留恋了，啊！想来想去啊，十法界还是成佛好。要直接修成佛之行，哦，那成佛之行啊，就是这部经。这部经就是让我们直接效法阿弥陀佛，啊！老和尚说给我们介绍老师，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部经。这部经就是教我们成佛之行，而且是成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成阿弥陀佛。后面五愿是对十方菩萨说的，十方菩萨在各处度化众生，他们应该如何修这个法门，帮助他们顺利度化众生。可见弥陀四十八愿实在是圆满周到。这是阿弥陀佛的智慧，也是他的慈悲细心周到。到这个地方啊，四十三愿完全是佛度六道众生，哦，是以度我们凡夫为主啊，哦，阿弥陀佛为我啊，不能辜负啊，哦，末后五愿才是度十方菩萨的。哦，所以度六道讲了四十三愿，度菩萨只讲五愿，你就晓得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以什么为主，哦，是以度六道众生为主，哦，我们六道凡夫，哦，不能辜负阿弥陀佛。这一段老和尚的教导啊，对于我们处在末法时期的众生重要啊。佛提到了末法时期异义人修行罕易得道啊，哎，不是指世间人，是指修行的人，异义人修行喊一个了脱生死，唯有靠念佛求生净土，业再重不怕，只要肯真性切愿老实念佛，
印光祖师比喻的，我们的业很重啊，就像一块很重的石头，只要肯搬上阿弥陀的法船，阿弥陀的愿力就把我们托起来了，带业往生啊。好，我们看下一段经文。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充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是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四十四普等三昧愿，四十五定中供佛愿。前面四十三愿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为普度十方六道众生而发的，从四十四以后到四十八这五愿是弥陀为普度十方一切菩萨所发的愿。往昔历代祖师有说，这一法门摄化的范围，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恶道众生。末后五愿呢，就是上至等觉菩萨。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这一句把尽虚空遍法界所有诸佛刹土的菩萨，无论是全教实教初信位到等觉位的菩萨，全部都包括。全教是用善巧方便的，那五乘佛法，先讲人天，还有声闻缘觉菩萨，那实教那就是一真的境界了，开权显实啊，当然这个权也是全巧方便。毕竟教人以善勿过高要循循善诱。好，那这一句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那就全部都包括。我们才能体会到阿弥陀佛愿力广大不可思议。摄化的众生是用平等的法门，绝不是对凡夫要我们信愿持名，对菩萨另外用一种修学方法，不是的。我们在愿文里看到跟度凡夫完全相同。愿文说闻我名已跟前面所说的完全相同。闻是菩萨三会的闻会，闻底下接着就有思，就有修。凡夫尚且如此，何况菩萨？菩萨修学这个法门呢，还是信愿持名。下文说他所得的利益，当然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修因。因缘果就满，没有离开因果的道理。唯独信愿持名这个因是圆满的，所以果报就殊胜，
如果他不是圆满的修因，等觉菩萨法身大事，何必还要修学呀？怎么晓得包括等觉菩萨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呢是最好的代表啊，他们在华严会上发愿求生净土哦，所以此地十方佛刹诸菩萨众包含文殊普贤这些等觉菩萨在内了啊，这个地方我们要重视的就是修因啊，因此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在讲习中啊，常常提醒同修的啊，所以经上也说啊，十地菩萨。哦，那十地算大乘五十二个阶位最后面的部分了，始终不离念佛。哦，因为十地之后啊，就是等觉了，再来是妙觉了。哦，所以始是初地，终是十地啊，都不离念佛啊。哦，所以名号功德究竟有多大？哦，我们要想真正理解啊，至少你需熟读《无量寿经》，熟读《净土五经》，单单熟读还不够，必须要看古大德的著书，才能稍稍体会名号功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偶益大师要解里面的教诲，帮助我们深入弥陀经啊，才知道名号功德啊，以持名故善根福德顿同诸佛啊，稍稍体会名号功德，但是也只能体会少分啊，要想多知道一点呢，就要去念《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因为《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换句话说啊，是《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浓缩，详细的都在八十华严、四十华严之中。这样对于名号功德啊，才能认清楚一些啊，但是并不圆满。在我们这个世界啊，讲圆满呢，必须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都贯通啊。才晓得原来弥陀名号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中心啊，所说的总题目。我们今天把经典的总题目称为大藏经啊，这是当初中国人编辑佛经时取的名题啊，当然编辑的人呢也不知道名号功德啊，如果晓得名号功德啊，整个大藏经啊就称作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就是全部大藏经。你才晓得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哦，所以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夏老为什么在静修节要提这个是
第十三拜，六字统摄万法，一门即是普门。哦，有这个藕益大师为什么强调，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一切佛都在里面，一切经在里面，一切戒在里面，禅宗1700则公案都在里面了。这是入境界的人他懂得了，所以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就是讲一句阿弥陀佛，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为无量众生讲经说法，也不过是讲一句阿弥陀佛而已，这是几个人知道，就是下莲居老居士所讲的万亿人中一二之啊，这个万亿人不是普通人，是万亿学佛的人，是指学佛的人，而且是对于佛教修学都相当有成就的人，像我们这样学佛的都不算数啊，这是真的啊，一点都不假啊。所以藕益大师戒律经教都很深入啊。他最后也是生了一场大病啊，对念佛法门体悟很深了，之后成为稀有道人了，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所以我们六道众生呢，能够听到这个法门呢，是稀有的因缘呢。那十方菩萨有机会听到这个法门，跟我们一样的修啊，也稀有。好，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大家请合掌，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大家。